篮球拳王争霸赛澳大利亚站，武僧一同领衔出征，大战澳洲金钟罩铁布衫。新人王王志伟带伤出战，结局令人意外，外战劳模精英唯快不破，上演绝地反击。大家好，我是一龙。我是王志伟。我是王志国。我是金英。我是冷面杀手李宁。我是刘大成。两国搏击力量的全面对抗，尊严与荣誉的浴血之战，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澳大利亚站正在播出。这里是澳大利亚悉尼，我们是正在训练的中国勇士。澳大利亚，世界上唯一国土覆盖整个大陆的国家，这里华人聚居较多。早在2015年7月份，武林风中国勇士跨越太平洋首次来到澳大利亚。武僧一龙由于赛前右脚趾骨意外骨折，未能参加比赛，深感遗憾。于是双方约定，一龙将参加下一次武林风走进澳大利亚的比赛。今年8月23日，一龙首信赴约，领衔武林风中国勇士再次征战澳大利亚。此次征战的中国勇士有冷面杀手李宁、刘大成、金英、王志伟等。大家好，我是一龙。今年在澳大利亚的比赛主要是还去年一个愿。去年我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擂台上我说过今年会来打的。历经12个小时，中国勇士顺利抵达悉尼。此时的悉尼正值冬季，可运动员们并没有感到一丝凉意，恰恰相反，感受到的竟是当地华人华侨及全米朋友们饱含温暖的热情。我在澳洲经常看非常卫视的武林风节目，然后经常看一龙师傅的比赛。澳大利亚是一个体育强国，常年举办全球多项体育盛事，此次的赛事主办方更是拥有多年赛事运营经验，小到赛前的提前、擂台的搭建、设备的调试等，每一个环节都有条不紊，工作人员可谓是专业认真。Incredibly excited once again, WLF the second time in Australia. The Chinese MC has taught me so much. I mean, he gets to speak to a wide. 此次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悉尼站的新闻发布会，更是吸引了众多拳迷爱好者及多家电视媒体争相报道。武僧一龙兑现了当初的承诺，而一龙的对手弗兰斯桑切斯跟中国选手打过交道，认为中国功夫杀伤力弱，华而不实，就像软脚蟹。一龙以硬功著名，而弗兰斯桑切斯号称全澳洲最抗揍的人，抗击打能力超强，他很想跟一龙比试比试究竟孰强孰弱，一时也成了此次发布会热议的话题。中华武术博大精深，但是呢，这次听说澳大利亚的这个对手呢是澳大利亚的金钟罩铁布衫，我很欣赏，但是呢，我很讨厌他说中国武术是软脚蟹。这次我会让他很深刻的记住中国功夫的威力。一场推迟了1年之久的大战一触即发。武林风中国勇士们一个个精神抖擞，摩拳擦掌，坚信他们能给武林风征战世界的宏伟蓝图上画上坚实的一笔，再添锦绣。这里是澳大利亚悉尼，我们是征战世界的中国勇士。稍后登场的是60公斤级李宁对杰克通纳，65公斤级苗威对本汤普森，62公斤级金英对约瑟夫乔，80公斤级王志国对蔡斯哈雷。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澳大利亚站精彩继续。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澳大利亚站精彩继续。你现在收看的是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悉尼第二站的比赛。下面您将看到这是一场中国对澳大利亚男子60公斤级比赛。首先有请本场比赛的红方 WCK 世界金腰带拥有者
武林风中国勇士名将，来自李宁搏击李宁。27岁的李宁俨然已是一名搏击老将，随武林风多年的征战生涯，已磨砺出他坚毅沉稳的性格。身临澳洲美景，他身上少了几分轻松，多了几分责任。And he's the man across the ring from the blue corner representing Australia, ladies and gentlemen, 168 centimeters tall. He's had 25 wins and 12 losses. He is the world K-1 champion, the ISK-1 gold medal champion. Please welcome the time bomb, Josh Tonner.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澳大利亚站的比赛，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男子60公斤自由搏击的比赛，是由来自中国的李宁，我们的冷面杀手又回来了 ，WCK 世界金腰带的冠军，以及他的对手杰克·通纳，也是号称定时炸弹啊，随时都有这个冲击的能力。K1 澳大利亚的冠军 ，SKA 的 K1 规则的冠军。两个人身高，李宁在数据上比对方略高，但从个头上来看，我们看对方还是稍微高一点，而且臂展也会好一点。年龄相仿，88、89年的选手。高嫂，那么在这场比赛中呢，我们又一次来到了澳大利亚悉尼，这也是我们多次来到的地方，也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每一次的必修之战。两个人上来以后试探，我们知道李宁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在期待着李宁的回归。原来的冷面杀手拳法非常犀利，拳腿的连击很好，我们看李宁接了对方腿并没有去打击，很友好。李宁现在被对方堵在绳脚里，低位的摇臂拼后手顶膝。本次的比赛李宁也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因为本次澳大利亚战他也是非常的重视。现在的澳大利亚呢，正处于这个秋冬冬季的季节，这个其实天气还是蛮冷的，选手在这个穿着短裤需要一段时间的热身。在下面呢，我们的教练呢也是我们武林风外传球拳王的外战总教练，我们的赵世杰老师。底扫
要说李宁，其实很多我们武林风的观众都非常熟悉他了，这个拳法非常的犀利，特别是李宁的打腹接打头的这样的一个多点进攻的拳法，也是让我们多次看到了李宁潇洒一面。不走前排，对方杰克通呢也是外号的定时炸弹啊，这个选手的这个漂亮接腿后的摔法，但是在这个比赛里面呢不会被积分。李伟达福正刀拉踹，对方跳膝，李宁很本能的从这个侧向移出来，这也是一个老将所应该具备的这种对时机的判断。我们看新手一般梦见对方直线型的进攻，比如说跳膝飞膝，我会往后撤，其实这样反而中了对方的这个计策，那么从侧面会好一点啊。踢到了裆部，很快就回复过来，最多五分钟的时间休息，我们的观众已经很熟悉了，没问题。杰克托纳呢嘛，目前呢是25胜12负这样的战绩，跟李宁实际上比李宁打的比赛要多，李宁是19胜4负。后手拳，对方一个正蹬控制了一下局面，高扫没打到。杰克通纳尔在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很谨慎，在这好，那么第二回合第一回合双方已经试探了一段时间也够了，那么李宁我们看能不能发挥出他的原来拳法犀利的这种优势。其实要说到李宁，我觉得要说到双冠王杨卓，两个人的这个风格都是以拳法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非常的犀利，而且打法落点的非常开阔，这也是这种经验所致。对方扫踢，李宁现在处于这个整个绳圈的外圈，中段扫踢打到，我们看到底下的这个赵学哲教练一直在对选手进行指导，还有我们的赛事推广人应该是方胜。保持自己的移动，不要在这个绳圈上靠着，这样的话对方很容易就把你挤在这个绳脚上了。现在李宁一直在打外圈啊，对方的正蹬连续进攻，前刺中段扫踢，把李宁往向外移动的这个方式被遏制住了，顶膝把李宁堵在这个绳脚里，后手李宁一个低位摇臂钻出来，正蹬扫踢，预判李宁会往自己的这个左侧移动，所以用扫踢来控制。哦，低位打斧，中段的扫踢，李宁在这个时候需要冷静，中段前后手，对方顶膝的时候被滑倒了。啊，各位都知道我们在比赛中的这个双手箍颈的这个已经是不被允许的了，连膝不允许，双手箍颈不允许，接腿后只能一次发力的摔法，摔法不会被计入有效进攻数。在我们原来的比赛的讲解中呢，有一些观众会提到这个强制独八秒的这个理解，是因为裁判认为选手需要一段时间恢复的时候，他会强制选手在八秒时间内来恢复自己的体能，如果八秒之后可以恢复则继续比赛，在比赛的分数上会被扣分。扫踢接腿，我们裁判说你接腿以后只能发一次力啊，的确也是发了一次力，中段扫踢前摆，跳膝，在身高上感觉上应该是对方略微高一点，而且臂展应该是比较长，李宁在中方选手里边属于臂展比较长的这样的选手。后摆前扫中段，想做一个低位的砍踢，没打到，不在绳脚里。最后一回合，我们也期待两个选手在最后一回合发力，因为这个60公斤的比赛的确是体重相对比较轻，李宁能保持在一直在这个体重打，其实也是很难的。哦，对方一个孤颈顶膝，
但是是单手，前后手没打到，然后近身顶膝，两个人还了一下，底位打佛。在这场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方的进攻还是比较主动的。哦，透直拳点膝正蹬，我们看连续的这种进攻，真的是非常犀利。李宁后手，后摆没打到，对方一个前摆，好，前摆男生打到了。对方换两个人换拳，在这种近战对攻的时候呢，李宁还是会习惯于这样的对战。一定要小心，特别是要给自己建立有效的打击。李宁有一段时间这个没有特别多的参与在我们的擂台上，我们也期待他的这个回归。然后把他打到对方摇臂做了做开了，转身反背拳，中段的扫踢，李宁做摇臂后摆没拳没打到，对方顶膝。相对来说，对方的进攻手段更多样，比如拳法、点膝、扫踢、正蹬，都会在不停地给李宁施加压力。李宁更擅长于这个打防反，在目前找对方的这个有效的空位或者空闲来。好，后手塞到，摇臂上钩。在整个的拳路中，李宁还是更倾向于用这个前后直拳或者低位的小摆拳打腹。其实相对来说，对方冲得这么猛的一个势头，用这个上勾拳，哎，没错，上勾拳去打对方，对方其实效果会好一些。定时炸弹杰克托那儿很擅长这种突进型的打法，我们看，前刺，没打到，李宁体能有点问题，后手。这一次的我们来了，哦，对方的上顶膝击到了。这次我们的比赛呢，也是这个精英很多啊，我们的李宁、王志伟、一龙等等都会出现在这场比赛里。顶膝，哇，在最后的这一回合，杰克托纳还是打得非常的主动啊，处于整场比赛的主动。李宁前后手，前后手连续击，这种打法太单一了，对方很容易被针对。小心啊，后摆拳动作太大了，不要背身，转身后摆腿。哦，这场比赛看了。我们来等一下最后裁判团队的最后判罚。那么这场比赛 ，Jack Turner 的表现非常不错，很主动。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a decision. First judge, Leon Reed, scored the bout 29-28. Tonner. Second judge scored the bout. Lucy Tui scored the bout 29-28. Li Ning. Third judge, Corn Pappy, scored the bout 29-29. Unanimous draw. Thank you.有请颁奖嘉宾澳大利亚国际影视团队有限公司侯强先生，澳洲华商足球联盟首席金子航先生为获胜方颁奖。这是左手哈，医生怎么说？刚才医生说，他说打完比赛以后去拍个片看一下骨折没有。我可能第一局的时间我都感觉我的左手已经发不上力了，但是一直坚持到最后。当时我感觉这一场比赛打得还行吧，还可以。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澳大利亚站精彩继续。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澳大利亚站精彩继续。这里是 WR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悉尼第二站的比赛。那么下面我们将看到这是一场中国对澳大利亚男子65公斤级对抗。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红方，来自伊隆奥羽搏击俱乐部苗卫。
And his opponent from the blue corner introducing a 172-centimeter fighter representing Australia. Ladies and gentlemen, he's had 30 or 28 fights, 19 wins and 9 losses. Here he is, the current ISK Australian champion, the current Australian WKA state champion, and of course the Massa Australian 63.5 champion. Give it up for the Terminator, Benny Thompson.这里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澳大利亚的比赛，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男子的自由搏击赛。这个红方可能很多观众并不熟悉，他是苗威，来自伊隆奥羽搏击俱乐部，也是伊隆的俱乐部，那么是打65公斤。本次的对手本 Thompson 也是 ISK 澳大利亚冠军， WK 澳大利亚冠军， Massa 澳大利亚的冠军。这位选手年龄并不大，96年，苗威95年，两个人差不多。我们来看一下伊隆奥羽搏击俱乐部这次给我们带来的选手的表现。苗威本人呢是练习散打多年啊，基本功非常的好。分析，65公斤，从这个维度上来看，澳大利亚的本汤普森应该是比苗威大好多，苗威要瘦一些，可能是也是因为肤色比较黑，也显得比较瘦。找机会，苗威前摆拳，中段的扫踢，顶膝，打得很规整。苗威给我的感觉就是打得比较规范啊，动作就是这个突然性并不是很强。两个人有点像在打这个 shadow boxing， 打这种击影练习。都是很留余地啊。中段扫踢，苗威前后直，中段扫，力量欠缺，需要一些想法。转身的反背拳，飞膝，漂亮，好，很漂亮的移动。刚才的这个转身反背拳接飞膝的这个动作还是不错。后手，对方腿过来以后，苗威接腿以后的连续进攻，顶膝，前直前摆，扫踢，哇，接腿摔在我们的规则中是允许的。绝对力量还真的是有一点点差距，苗威说没问题，对方的这个绝对力量还是比苗威要大。转灯把对方刺开，哦，高鞭腿踢到了头。苗威现在还处于守势啊，要小心自己的这个进攻，打得过于规整了就会让对方容易预判。比如说我们在训练的时候经常会打一二三，就是前直后直低扫这样的一个动作。好，第二回合来自伊隆奥羽搏击俱乐部苗威，这应该也是他在我们武林风的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擂台上首一次露面。低扫，苗威想试图把打进来，转灯控制对方一下，没有拳，没有
要击的。哦，中断。两位进入内围以后的顶膝。两位目前的战术应该是啊，一个狙击。不太希望跟对方去拼拳，好像更希望打这个中远距离、中距离、中远距离。自己的绝对力量并不占优势，这个战术也是没问题的。前后直，再一拳，扫踢，哇！对方一个正蹬，两位顶膝，前后直顶膝。起连续的拳法进攻，这是苗威的机会。啊，对方打开了，很凶。本汤姆森现在很凶。顶蹬接腿，哦。这个接腿把苗威摔起来，并没有犯规，我们不得不这样说。两个人打得有点火气了。苗威的整个动作有点像泰拳，在前腿的这种刺弹刺蹬的东西会多。顶膝后摆后直拳正蹬，打斧没错，多打一些斧，很漂亮，这个组合很好。哦，对方前后肘，转身的后摆拳没打到。等一下，接腿，两个人进入了一个谁接对方腿，谁来进攻踢对方这样一个博弈。相对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苗威的技术，是非常规范的，不过在绝对力量上啊，稍微差一点，爆发力。对方的爆发力会相对好一点，动作上反而有点散乱。哇！一次发力，好吧，那这第二回合的比赛，双方进入了白热化的对拼。那么现在进入下一回合。一个是相对技战术水平比较好的苗威比较谨慎，对方是一个大开大合很有进取攻击力的这样一个选手。差一点两个人从绳圈上翻下去。后手拳，苗威的动作真的还是很像这个泰拳手啊，底膝然后前手的掩手为主要的这种防御的方式。对，没错，后手接前手的打斧干打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做动作很规范，但是力量一定要发上。转身后蹬，踢中对方正蹬，啊，对方的前刺。哦，左手摆拳打中了，两个人哈哈，后手的摆拳都做了摇臂，哇，很漂亮。本汤普森的体能好像出现问题了，我们看，又要接腿摔。说实话，很少看到就是外国的选手，或者说自由搏击的选手，这个擅长接腿摔的。这本汤普森在里边还是表现不错，转身的后摆拳，正蹬把对方拘开，又接腿。虽然接腿摔在我们的比赛中不被计入分数，但对打击气息、打乱整个的体能分配还是有好处的。苗威又摔一次，一人还一次。现在进入了散打的接腿大赛。刚才苗威的后手击中了，啊，本汤普森一个高位的正蹬击中苗威，转身后摆拳正蹬，对方一个转身后摆拳。苗威一个后直，哇，两个人开始进入这种影子模仿阶段，直拳接摆拳，
能都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我们看大口大口的喘气，董希。好的，这位新的选手在技战术上我们觉得是很成熟，不过在绝对力量上在这个发力上还是需要有调整的空间。我们看在他大量的连续进攻中发上力的动作并不多，不过整个的进攻防御的这个体系包括思路，哇，真的是很好。十秒，对方的转身后把将给打到，然后用刺灯顶袭，最后关键的进攻，哇，这场比赛真的是很精彩。一个是用技术来攻击对方，另一位是用自己的魄力和猛的这种冲的力量来压制对方的气势。究竟谁能最后让裁判给自己的胜利？我们来等待一下官方最后的判罚。Ladies and gentlemen, first judge scored the bout 29-29, a draw. Second judge scored the bout 29-28. Third judge scored the bout, Leanne Reed, 29-28. And our winner by majority points decision, Wei. 比赛结果，红方胜，苗威获胜。有请颁奖嘉宾 WRF 世界格斗锦标赛副主席黄永航先生，悉尼大学人民代表李俊成先生为苗威颁奖。因为我想着我是不是自己一个人，要是在国内我有时候要是然立了还能传下，但是我是代表咱中国人，所以说我有那股劲。第一次跟我们一起出来，对，第一次出来很激动，但是首先我想着不想着输赢，因为英老师教我想着比赛不要想着输赢，把自己的动作练出来就行了。你知道你在场上一龙比你都着急啊。我知道，因为离得太远他喊的又听不到。因为龙哥给下面给我最大的鼓励，下面活动啊什么之类全部是帮我这只是刚开始以后越来越好的啊，所以说我会全力以赴，以后的每一场比赛我会更加努力，因为我后边有个优秀的团队，还有龙哥后边一直支持我。因为他第一次这个出国比赛嘛，所以说经验不足，其实他在场上有一定的优势，只是因为顾虑太多，因为经验没有经验考虑太多，所以说没有把自己的优势完全发挥出来，光考虑对方的优势了，所以这是对于一个新选手来说是一个非常考虑的地方，要有信心，对自己要有信心啊，这样的话你可以更公平的思想去考虑整个现场的情况，可以发挥自己更好的优势，而不至于左顾右盼。所以说他只是刚刚开始，我相信我们每个运动员都会以后越来越好，经验可以丰富自己的这个实力，丰富自己的心理。武林龙中队赛事升级，震撼上演动作大片，劲爆出场，最嗨音乐点燃全场激情，龙中之战终结好戏轮番上演，令人窒息的疯狂进攻，咬牙坚持的最后防守，逆转无时无刻不再发生，最个性的选手，最热辣的宝贝，最残酷的规则。9月28日，河南电视台8号演播厅，武林龙中队8龙中开战，咨询电话6061。全新一代青年选手的梦想擂台，每周日凌晨00:07播出，与武林风无缝链接，共同呈现周末搏击之夜。全新一代本周将为您带来WLF 中国区67公斤级新人王金腰带争夺战，震撼播出。发型师转型搏击手，开启疯狂战斗模式。教练花式重阵，险遭不撒。武林风之全新一代，9月18日，敬请关注。稍后登场的是
62公斤级金英对约瑟夫乔，80公斤级王志国对蔡斯哈雷，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澳大利亚站精彩继续。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澳大利亚站精彩继续。那么下面这是一场中国的澳大利亚男子62公斤级比赛，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红方，来自郑州顺远搏击，2004年 WRF 60公斤级新人王金英。大家好，我是金英，又一次代表武林风出国征战，这次来到了遥远的澳大利亚，这里是澳大利亚悉尼，我们是征战世界的中国勇士。我的比赛，我的风格就是敢打敢拼，不管遇到再强大的对手，我还是不会放弃我的风格。用我的快速的拳法以及漂亮的腿法去战胜他。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是金英。Across the ring from the blue corner, standing 170 centimeters tall,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he is, having had 48 fights for 31 wins and 17 losses, the former Massa World 61 kilo champion, the current WBC 63 champion, the former ISKA 61 Australian champion, welcome Joey Concha.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澳大利亚站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悉尼为您带来了一场男子63公斤级三回合三分钟的比赛。红色手套银色短裤的就是我们的小哪吒金英，我们看他的发型也可以了解到啊。那么对手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Yusuf John， 也是澳大利亚的这个 MASC 的世界冠军， WBC 的澳洲冠军，以及 ISK 的澳洲冠军，是一个很强悍的对手。那么他的战绩呢是31胜17负，打了很多场比赛，87年的选手，比金英要大10岁。金英前次，我们知道金英在这一代选手里面已经打到63公斤级了啊。最早见到金英的时候，好像是57，那现在随着小伙子这个身体的成长，这个体重也慢慢的上来了。相对来说，两个人的身高，金英要高一些，加上小辫子的加持，要比对方高不少。前摆拳，对方有点趔趄。球踹腿，在这个顺远的训练中呢，金英的拳法在慢慢的被细化，力量越来越好了。当然，这个体重啊，也真的是，你想想，最早的57公斤，现在打63，体重慢慢的上来了。对方左摆拳，小心这个摆拳的抡摆力度太大了，这个对金英应该威胁不是那么的大。等到
金英在今年的比赛，2016年的比赛，这个势头啊是非常的好，这个整个的状态呢也是调整的很不错，也是慢慢在改进以往他的这个重拳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增加自己的打击力度，并且在训练中呢，教练杨卓呢也是进行了大量的绝对力量和绝对体能的训练。这个块头也是随着绝对力量和绝对体能的训练在增长。主席换拳扫踢，金英还是保持着自己的移动。金英一直以来是一个灵巧型的选手，在这个重击能力上还是需要再一步的提高。扫踢，金英刚才的这个动作呢是正确的，我们知道要硬扛对方的腿用手臂会非常消耗体能，也很危险啊，在踢对方踢到的时候把这个力卸掉是很正确的方式。好，两次的左摆拳都打中了对方。电吸Yusuf Zhang 呢也是这个练习泰拳出身的一位选手。好，两个人第一回合打的是这个拳来腿往，但是其实有效的打击数，两个人都是比较快速的选手啊，打中击不多，以快打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本次环球拳王争霸赛呢，我们来到这个悉尼，也是受到了当地的这个热烈接待啊，当然我们也是这个澳大利亚的老朋友了。武林风呢，环球拳王争霸赛这个品牌一直在全球致力于推广中国武术，发挥弘扬民族精神这样的一个主旨。我们在多个地方每年会进行大量的这种交流赛，以武会友来推广我们的中华武术，然后推广我们的中华文化。我们看 Yusuf Zhang 的这个泰拳风格还是很明显的，重击能力，拳法哦，左手的摆拳被读秒了。金英表示这个读秒可能有点问题，但是我们刚才正好是在镜头背对的一个位置，那么金英的确是被对方击倒了。那如果要出现这一个强制读八秒的话，金英会比较危险，对方连续打击顶膝，金英现在处于手势很危险，顶膝哦，金英小心脚步有点不稳啊。金英这个难关应该是过去了，刚才的确是出现了一段比较艰难的问题，对方的那个重拳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哦，对方的左手击中了金英，金英也还了对方一个后摆拳。两个人在换拳，金英接腿后的后手接前摆，摇臂顶膝，对方的这个上撩膝对金英的这个摇臂的发挥是很有威胁的。金英现在被强制读了一个八秒，在分数上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劣势。金英，这个时候金英应该哦，前摆拳应该不进反不退反进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往前走，往后走的话反而会比较危险。约瑟夫将这种稳扎稳打的方式。踢，这种我们都说泰拳手不善拳，但是泰拳的这个拳法的讲究的理念可能跟拳击并不太一样，要的更多的是重击和有效打击的力量。那这样的话，金英被读了一个八秒，但是这样的话，金英在整场局势的分数上会有比较大的劣势。好，第三回合这就出一个很戏剧性的问题了，如果金英没有办法在第三回合给对方还了一个强制读八秒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自己有可能会在分数上失格，因为在第一回合即使第三回合金英都拿到两个10比9，因为对方有在第二回合的一个10比8，所以
真的是很难判断，金英看怎么应对这样的事儿。约瑟夫这样当然也不会轻易的把这个优势放给金英。哇、哦、对方的这个低扫，我们看这个力量，特别是对方在局势上有优势的情况下，在心态上可能相对金英会有优势。此拳金英现在在心理上要怎么应对这件事儿？低端扫踢，对方现在想打控制，哦，对方有点趔趄，漂亮！这样的话，金英也拿到了一个强制攻关秒，这样双方的天平又回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哇、哦，这场比赛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很兴奋啊！金英找回了自己前面被读八秒的这个场子。那就看最后双方的比较，如果还能给对方一个击倒的，这场比赛就妥妥拿下。前摆拳，后直前摆，对方有点在体能上好像有一点问题。金英前直拳想打开对方防御，对方搂抱。前刺前摆，对方垫膝。我们所谓的垫膝就是垫步的冲膝，这是在泰拳手里边经常用的，而且日本的选手的垫膝也是经常用这种步伐的转换。低扫中断，哦，金英即使在这个时候也一定要小心，如果可以再扩大自己的胜局当然是最好。在后腿中出拳前进，这个时候一定要在态势上压制对方，毕竟我们在比赛的判罚中主动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对方想直接滑步做低位的打斧干打，金英的打斧，对方还了一拳前后直要不要扫中断，对方还了一拳。那这样的一场比赛又进入扑朔迷离的环节了。那个这次澳大利亚的比赛呢，有好多场都是这样，分数非常的接近。对于整个裁判 Judge number two scored the bout 28-27 Jin Ying。Third bout scored the bout 27-29 Joey Concha。 Third bout scored the bout by split decision 28-27 Our winner comes way of blue corner Joey Concha。三位辩才分析判定比赛结果，男方胜。有请颁奖嘉宾坂城市总裁萨米索，澳大利亚国际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冯阳为获胜方约瑟夫乔颁奖。Number one, this show is awesome. It's good atmosphere. A lot of supporters for Chinese and a lot of supporters for the Australian team.In regards to the promotion itself, it's a very big worldwide, world known, and I'm just happy to be a part of it and good experience. And my opponent, very good boxing, very, very, very strong, and very respectful.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came in there to do his business, and likewise for me as well. But I always get a good support from my friends and family. They know it's very hard.Leading up to a fight and the time that you have to put in. It's just not for me, but you know, for my team and for my friends and family that come to watch. 你怎么下来感觉还在思考什么？好像有点懵懵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跟他打对手打，他也没有，他第二局给了我个读秒，第三局我把读秒打回来了，然后他打我一拳，我基本上都还回去了，而且我的有效击比他还多，结果判我输了。你觉得你是应该是占优势的？对，我觉得我占优势的，我以为我会赢得这场比赛。所以你现在还在
思考这个问题？也不用思考吧，因为毕竟在国外嘛，只能说自己实力还不足，如果有实力的话就可以把队友 KO， 说明自己的实力经验还不足。这里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悉尼第二站的比赛，那么刚才我们聊已经在期待第三站了，下面这一场中国对澳大利亚男子80公斤级对抗，我们有请本场比赛蓝方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2003年中国武术散打冠军赛冠军，有请王志国。来自顺远搏击的王志国刚从散打转型自由搏击，不久前第一次登上武林风的擂台便铩羽而归。王志国打到了，王志国要小心，哇，又撞了，已经第二次了，小心，那个拳太重了，这个被对方抓到，因为对方是拳击的高手啊。对，武林风首秀失利给满腔热血的王志国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也是支持而后勇嘛，希望这一次比赛能够发挥我的正常水平。新的擂台需要新的战术，澳大利亚战对王志国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回去了也是通过自己的技战术练了有很多关于自己不足的地方，因为毕竟我是刚从散打然后转入自由搏击，所以说希望这一次比赛能够打好吧。他能否重整旗鼓，用实力证明自己？我是王志国，来自山东家乡孟姨，请大家为我加油！中国勇士加油！Ladies and gentlemen, standing 184 centimeters tall, former ISKA super middleweight Australian champion, former WKA light heavyweight Australian champion, having 36 fights, 24 victories, 10 losses and 2 draws, fighting out of Victoria,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WKN stadium champion, introducing Chase Haley.马赛走进澳大利亚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悉尼为您带来一场男子80公斤级的比赛，这也是我们武林风里面的一个生面孔，红方选手王志国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是2013年中国武术散打冠军赛的冠军。我们看的整个的穿着呢，也是这种散打的风格，1.85米的身高，93年的选手，侧摔腿低扫，他的对手蔡斯哈雷89年的选手，30胜19负这样的战绩，两个选手，一个是练习这个泰拳和自由搏击的选手，一位是练习散打，然后在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进行徐练的一位新手。说他是新秀，可能在自由搏击擂台上，但是在散打擂台上呢，这个王志国已经拿到了非常显赫的战绩。往前刺，王志国上钩，在80公斤这个级别，我们一直期待着这个出现。一位更加强悍的选手，因为在我们的小级别63、67包括70，都有不错的风格的选手，但是在80公斤级，一直以来就是方便一枝独秀。侧踹，
侧踹腿的运用呢，也是散打选手一个特色。但是在这些侧踹腿运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后续进攻和对自己的防御，连续的打击。中啊，侧踹腿就是来后拳。我们看到王志国的这个散打痕迹还是比较重的，拳法的重击，侧踹腿，后直前摆，后摆前摆，对方很快的反应，王志国想要终结比赛，前后手上钩，特斯哈雷被顶在了绳脚边，王志国能不能拿下这场比赛？连续的重击，受到打击以后，王志国的第一反应好像是在希望搂抱，这个一定要注意。王志国打斧，对方还是控在这个绳脚里，王志国要不要连续重击？前后手顶膝，连续的打击的能力还是有待提高。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王志国的拳法的重量是很不错的，后手后手后手连续的前后手的连击，对方拉踹以后的后手上钩，跳膝高位的扫踢，高位扫踢一个外摆，后手拳并没有将对方击垮，但是这一回合王志国应该是拿下了这个比较好的分数，一上来以后的气势非常的不错。气势上包括对对方的压制的时间和进攻性上都是不错，第二回合蔡斯哈雷肯定会要需要找回，前刺拳很突然，王志国连续的重击又把对方堵在了绳脚上，连续的打击，前后手的重击，连续的重击，扫贴，对方的防守报价还是很重，王志国休息一下，过了一轮，换拳，王志国能不能在这个绳脚上的控制能力能不能帮助自己直接终结对方，这是我们要看的一个看点。哇，小斯哈雷的这个拳也很重啊，顶膝，刚才的打斧打头，王志国说你这个有打到裆部的嫌疑，但是裁判并没有叫停，自己一定不要在这个时候跟对方理论，前刺前后上钩顶膝，散打选手的体能在第二回合末段和第三回合是他们的一个受到挑战的地方，对方又站在了这个绳脚边上，低扫前刺拳，前后直推开，对方上钩后直，哦，前摆，在拳法的冲刺发力上，蔡斯哈雷还是有优势的。我们看到王志国的这种打法，一个快摔，很漂亮。王志国的这种拳法的打击呢，更有点像这种散打式的这种，攥紧了拳头往上推，往上冲这样的一种方法。好处，这种拳法的这个速度会快，但是发力并不是那么充分。后手，当然了，在80公斤级的这个体重内呢，选手的这个拳的力量都是非常恐怖的。低位打斧，高位打头，后手的打斧，
上钩没打到，刚才的转身面前有啊、哦，对方右手的摆拳，这个蔡斯哈雷有点像这个蛇的感觉啊，就是我在等你这个机会，只要让我找到机会，我的拳就会不遗余力的砸到你身上，所以王志国也不要放弃自己的这个警惕。后手，哇、哦！蔡斯哈雷的拳突然性更高一些，后腿的扫踢，给我的感觉，王志国还是表示一下王志国的表现。蔡斯哈雷的这种，我们可以说像毒蛇一样的这种拳法，突进性很快。王志国还在局势上压制对方，打佛，对方还一个打头，两次。对方慢慢的适应了这个王志国的这个频率了。刚才王志国想做一个低位的这个小别腿，没成功。补膝。前刺，侧踹，没错。如果在拳法上，哦，转身的后摆腿，顶膝。在这个拳法的突发性上，蔡斯哈雷还是比较有优势，不过王志国有自己的这个腿法，所以不失为去一种好方法。前后手，对方的顶膝击中了王志国下巴，顶膝。给我的感觉，在前两回合王志国的这个积极主动的态势上还是比较有优势的，虽然在双方对拼拳中蔡斯哈雷打了不少的优势拳，但是在双方整体的有效打击数上其实差的并不多，甚至我觉得王志国会有一些优势。那么在第三回合王志国的体能能不能后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前后手，右手摆拳，左手摆拳，两个人现在进入后期了以后，王志国的体能好像有点问题，这个蔡斯哈雷的这个体能也有点问题，两个人的重击数变少了。顶膝，啊，王志国刚才的动作有点想要做挑钩了啊，但是对方进行内围的这种砸拳套的二次进攻啊，这个一定要小心，并不是散打所擅长的，散打更擅长的是自己的移动和中距离的进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侧踹腿、低扫腿啊、拳腿摔连续的立体进攻。在顺眼搏击，我们看到王志国的拳法有一定的提高。2013年的中国五散打冠军赛的冠军，也当然是不图虚名的。还有十秒，这场比赛有十秒就要终结了。但这场80公斤的比赛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场景，我们看到了一个高密度的大级别的中国选手出现了。我觉得王志国打得非常的不错。下面宣布比赛结果。All right, 29-28, Leanne Reid, Wang. 30-27, Wang. 30-27, our winner by unanimous points decision, Wang. Red corner. 比赛结果，红方胜，王志国获胜。有请颁奖嘉宾，澳洲红门致公堂总盟长黄强先生为王志国颁奖。为了这比赛，我集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总体来说，我今天也就是70分吧，虽然能赢，但我感觉没有把我的这个长处给发挥出来，因为拍的经验太少了吧，因为这毕竟是我第4场自由搏击比赛，
因为我以前没打过自由搏击，以前在打散打，所以说接下来需要学习的地方有很多，然后回去还是好好练吧，补足自己的不足。本来有机会能把队友给 KO 了，然后还是自己没有把握住吧。